娘，俺又来看你了。红妮儿和晴儿都挺好的，你放心吧啊。宝林呐，哟，石头，你咋来这儿了？俺来看看。 这儿哪能买你嫂子？俺嫂子？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昨个，这是啥急症啊？他走这么急呢？本来昨天是给俺大儿子接亲呢，就为了一罐子水，你嫂子一时想不开，上吊了。咦！ 是啥弄的呀？这事儿你看看，都是这场大旱闹的呗。哎呦，叶石头，节哀呀！啊，可别想不开。好，来，快坐，坐这儿，坐这儿来。哎，咱李县呐，就是这样，十年久旱，一年比一年严重。俺不就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 这才拖家带口的去山西逃荒，俺娘腿脚不好，瘫在床上，实在没法跟俺走，俺才把她托付给你。是你一把屎一把尿伺候她老人家走。哎，说这干啥呀？你的恩情啊，俺一辈子都记着。别说了。<咳> 你说当年，你要是跟我们一块儿，咱逃荒到平顺，哪儿有这档子事儿啊？那儿的日子虽说不算太充裕，但是它起码它不缺水呀。石头爷，哎呦，李书记，你咋来了？石头爷，有人有话要跟你说，但这个时候啊，又不好意思登门。 是谁呀？老刘家。哦，老刘家说啥了？说呗。人家说啊，出了这样的事儿，婚事就算了。中，中啊。 俺懂，那我先走了。哎，这老刘家谁呀？原本应该是俺亲家，今天说好的要迎娶他家闺女来。啊？ 怎么这样呢？人家不想染这个晦气，拉倒吧，拉倒。哥，哥，大海，你这是要走？爹，咱临县不活人。 我还是想去逃荒，县委书记都答应你了，我才不相信他有啥办法。唉，也是啊，这大旱，天王老子也没辙呀。大海，你自己？爹，我今儿一早找人说了，很多人愿意跟我一起走，他们还指望俺能领个头啊。 你既然要带领乡亲们出去讨饭，爹呢就得多嘱咐你几句：这出门在外，一不要招惹是非；遇见那不平的事儿，能忍则忍；二一起出去的可要一块儿回来，千万要互相照应着。
哎，爹，你记住了，这次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俺给你磕一个。这第三个头，等你回来再给爹磕啊，给爹留个念想。留个念想。照顾好了，听话，走了，爹，我走了。还差几家？没几家了，差不多都来了。出发吧，走，出发。喂，我是李岩。李岩啊，佟主任，你这一来电话，我心里就哆嗦，咋了？我们工作又没做好啊。你工作什么时候做好过？说吧。刚刚得到消息，下个的村有人要出去逃荒。多少人啊？这其他公社也有逃荒的，三家五家的不碍事儿。人不少，大概有百十号人吧。多少？百十号人？我听到消息是说一大早顾大海就吆喝，来了不少人呢。不是，你这公社书记怎么干的？这么多人出去逃荒，您现在脸还在吗？再说了，现在一再强调抗旱补种，这半个村人都跑了，还抗什么旱啊？我没招啊！别说了，马上过去。小周，林书记来了吗？还没有呢。给我接县武装部。大海哥，咱啥时候能回来呀？咱村子啥时候有水了，咱啥时候回来？那就是不回来了。猴啊，你记住，以后不管走到哪，咱老家都是临县的，永远不要忘了老家的样子。爹，书记，书记，书记，他们已经出发了，出发了。哎，这佟哥咋还不来呢？老林，怎么？夏哥的村出事了，佟主任带上县武装部去了。哎，那你怎么没跟着一块儿去啊？我刚听小周说。走，咱俩过去看看。下车。佟主任，人下来没有？还没有。
全面布防，把这条路给封死了。哎，同志，这多大点事儿啊！村民们就是出去逃荒，您来了，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吓唬吓唬，李岩，你这个工商书记觉悟得提高啊！这么多人出来要饭，那政府的脸上不抹黑吗？我看看谁敢下来。 李岩，看看什么情况？哎，老少爷们儿，大家等一等，大侠是要干嘛去？李书记，出门要饭，犯法吗？这出门要饭，不犯王法。可这阵仗，大海，别人我就不说了，你这一膀子力气，人高马大，干嘛出门要饭啊？ 李书记，人都活不下去了。是，俺能凭力气活下去。可俺们下哥的村其他人咋办呢？老天爷不赏饭吃，不允许俺们自己找活路。大家要相信政府嘛，那大家再忍一忍，一定能够想出办法的嘛。李书记，俺们家反正已经揭不开锅了，三张嘴要吃要喝。今儿啊，您要不让俺们出去讨饭，俺。 俺带着黑娃上你们家吃去！李书记，你听听，你听听，俺们不是不听你话。今儿俺就把这话撂下。你要是不让俺们过去，俺们活不了，谁都别活！走！大家都别走！走！大家，大家听我一下！站住！站住！站住！刚才谁说不想活了？俺说的。咋了？啊，这。 这是咱临县县委的同坤同主任，俺见过你。顾大海，是你煽动大伙出去讨饭的？煽动是啥意思啊？俺听不懂。煽动就是拉着大伙一起。啊，那对着呢，是俺煽动的。好，有胆量。你想过后果吗？啥后果呀？要着饭就活，要不着就死。秀芳，秀芳。 咋了？不好了！公社的连书记带着民兵把你哥他们拦了。啥？爹，大海，你听我句劝，你这么做是给政府脸上抹黑呢。啥抹黑不抹黑的？你要是脸白，黑不了；你要是脸黑，那他也白不了。我告诉你啊，现在马上就要进行抗旱补种了。 你带大伙出去，谁来抗旱补种啊？抗旱补种，你去地里看看，那庄稼都快干死了，还咋个抗旱补种啊？对呀，那地都旱成啥样了？是啊，你去过吗？就是，大海，不带这么说话的。今儿俺就问你一句话，你告诉俺，俺们没水，咋活？就是没水咋活？咋活？咋活呀？咋活呀？咋活？咋活？ 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同坤就站在这儿。我看你们谁敢往前走一步！乡亲们，咱别跟这领导废话，咱们人多，不怕他们，给我走！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大爷，爹，妹，你们咋来了？ 把民兵撤了，简直是胡闹！梁乡县长，你看看这些人，你别说了，你赶紧把民兵队撤了，撤！简直是胡闹！对不住大家伙了啊！有什么话咱们好商量，好商量好不好？林书记，您别拦着。乡亲们，听我说两句啊，我林杰在咱们林县当了4年的县委书记了，可现如今呢？ 大家伙还是因为缺水要出去逃荒，这是我的错。我呀，先向大家伙赔个礼，道个歉，对不住大家了。大家伙耐心听我说两句，咱们临县缺水，这是上千年的问题了。 吃。
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哎，爹，你咋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今晚就住临县了，这一天一个来回儿，也够累的。爹，喝水。就因为一罐子水啊，一罐子水。爹。你说啥呢？啥一罐子水啊？一时家大事儿啊！就因为一罐子水，上吊了。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一罐子水，婶子就自尽了呢？你石家大哥呀，本来今天结婚，哎呀，这女方啊要一罐子水。就因为打碎了一罐子水，他娘就上吊了。哎呀，这临县呢，就是这么缺水。爹啊，嗯。你说，这林书记说的是真的吗？这出门找水不稀奇。嗯，前些年大旱，这上鸽子村曾经派人去山外拉过水，不顶啥大用。但是。他还说要把水引过来，这水咋引呢？还能咋引？靠人拉呗。不对，爹。嗯，俺咋感觉他说话的意思像是修渠引水？修渠啊？那可是个大工程，咱们临县出门就是山，一座颠一座。他这。说要修渠引水，怕是这书记吃了心了。这听上去像是说大话。那万一要是真的呢？爹，这要真能把水引过来，那咱村子几辈子都不用出门逃荒了。是啊，要是县上发动修渠引水，到时候咱们都去引水。你个女娃子家能干啥？别瞎捣乱。我怎么是瞎捣乱？这都新社会了，讲究男女平等。俺哥能干的活，俺也一样能干。哎，行行行，我妹子最厉害，女中豪杰。看把你给惯的啊！一个女孩子啊，要踏实稳重，不然呢，以后不好说婆家。嗯，傻妹子。童坤，谁给你的权利？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林书记。我错了，是我工作失误，我就是脑子一热，太心急了，把人就带过去了。你脑袋热？林书记，你先消消气儿。童主任也是为了公事，只是行为方式过激了一些。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请示我一下啊？我听说您昨晚休息比较晚，怕打扰你。胡说！这种事情无论什么时候，第一时间通知我。就算找不着我。啊，李县长也找不着啊？为什么不找李县长？这么大的事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万一出了事什么都晚了，你知道吗？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你吓唬谁啊？吓唬老百姓啊？吓唬老百姓对吗？啊，吓唬老百姓能做出真的工作吗？能吗？这件事情必须得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提议啊，童坤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举手表决。行了，那就全票通过了，决议生效了。
今天会议的第二个议程，咱们再商量一下出去巡水的具体事宜。县里要支持各个社队大队自我巡水，县委要抽调干部一起陪同老百姓寻找可靠的水源。林书记，李县长，虽然我刚才被处分了，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县委常委成员，我还是有话要说。你先坐吧，啊，你可以发言，这是你的权利。林书记，咱们发动老百姓去找水，不是咱们临县县委能决定的事情，总得听听上级的意见吧。还有，咱不管去哪个县找水，人家愿不愿意咱把水拉回来，这都是问题啊。几个老百姓出去拉两缸水回来，那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事还要跟上级汇报。孙寿同志，请注意您的言辞，这是关系到临县和兄弟县关系的大事，是上级协调关系的大事，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没用的事儿？不就两缸水吗？怎么在这？你们都别激动啊。我也是怕临县县委犯错误。这个我知道，啊，放心吧，找机会我一定向上级汇报。下边说一下咱们工作的具体事宜，我们呢还是以三个找水小组做准备，只要上级一同意，咱们呢就马上出发。第一个小组啊，明阳同志负责，顺着齐河去找水；第二小组老许负责，顺着西河去找水；第三个小组我跟老孙，我们呢顺着漳河去找水。童文同志留守县委。我还有个问题，咱们真的要挖曲宁水？那还有假，挖就挖呗，又不是没挖过。是挖过了，有用吗？我就担心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渠啊，我们一定要挖，但这次呢我们一定是合理的挖，科学的挖，否则的话我们绝不动工。散会。红妮儿啊。啊，爹，您大老远跑回来歇会儿。哎呀，写啥呢这是？我在学习党章呢。哦，好。红妮儿啊，嗯，你看你都这么大了，爹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啥事儿啊爹？我琢磨着该跟你说门亲事了。爹，咋突然说这事儿呀？不突然，不突然。你看啊，老石家这一家人吧，都是好人。他儿子。哦。爹啊，您是想把女儿嫁出去啊？哎呀，红妮儿就是聪明啊。嗯，我不同意。红妮儿啊，这老石家对咱们有恩，可人家现在遭难了，咱得帮帮人家。您这是封建包办婚姻，我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那这事儿自古以来不都是这样吗？我长在红旗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再说了，我是我们公社的妇女主任，天天帮乡亲父老反对封建糟粕，您让我封建包办婚姻，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反正啊，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这包办婚姻的。您要是非要您女儿嫁过去，啊，我就离家出走。
瓣壶。上次来看你的时候，看墙上挂那把壶坏了，就给你买了一把新的。算的什么呀？这是一个桥梁涵洞的公式。涵洞公式？您刚才说您是哪个县的县委书记是吧？您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我呢是临县的县委书记，我们那儿啊常年缺水，就缺像您这样的高材生，所以我跟系里说好了，等您毕了业呢，就到我们临县去。可是我的毕业分配已经下来了，是到省设计院去。是，我知道，我跑了两趟省委了，我给拦下来了。您看看这文件。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吧！我呀，是代表临县60万人民群众来请您的。老罗，这吴念祖同志啊，家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水利局要想想办法，好好把他照顾好。李书记，我照顾不好。什么意思啊？你照顾不好？人家辞职信都写好了，我是想好好照顾，人家要不干了。吴技术员，你这是要走啊？李书记，小吴这次可能真的要走了。他刚把慧珍火化，说要带着慧珍回老家。人家什么都不想要了，一门心思就想走。我们还想给慧珍开个追悼会呢。不是，他人呢？应该还在宿舍吧？我去看看他。你们两个不用跟着我啊，你们俩留步吧，我看看。小吴，小吴，吴念祖，林书记啊，吴技术员刚刚拿着行李走了。走了？嗯。去哪了？去车站了吧。去。哎，打完信了吗？嗯。借我用用啊。等我回来还你啊。哎。哎，念祖，念祖，念祖，能不能先不走？听我说两句。怎么又是你？哎，念祖，能不能先别走啊？我去哪儿是我的人生自由，你管不着。沙洲县的车票。同志，我是临县的县委书记，今天呀不能把这票卖给这位同志。我还不信了你，你还只手遮天了你？我有两条腿走，我走也走出你临县去。不是，哎，念祖，哎，念祖，你要干啥？这临县真的是离不开你。你们临县太难了，我治不了，我帮不上，我也救不活。对不起了。咱能不能最后再谈一次？最后谈一次。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念祖，咱能不能最后再谈一次？啊，谈完之后呢？你要走还是要留，我绝不拦着。给我个机会啊，也让我们对慧珍有个交代，咱们再谈一次。这就是太行山多美啊，但就是缺水。林书记，这一路走过来我已经看过了，缺水就是自然条件，如果做好了水利工程，缺水还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我们需要你啊，你是学水利的，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当然是新修水利工程了。对啊，你给我好好看看啊，这临县的山是不是你施展才华的地方？聂总啊，这临县呀，缺水已经上千年了。现在呢，我提出一个口号，要重新安排临县的河山。重新安排临县河山？是。这口气可不小，谁来安排？你呀，还有我呀，还有临县60万的老百姓。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你还记得这地方吗？怎么能不记得？这不就是你们要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地方吗？怎么是你们呢？应该是我们。你别忘了，你就是从这儿认识临县，走进临县的。我那个时候确实是被你给打动了。我几乎天真的就以为这临县的山山水水就是我今后要施展抱负的地方。我那个时候跑遍了整个临县，我告诉大家伙儿，想要改变临县缺水的面貌，就必须要修一条大渠。可是后来呢？后来就没有下文了。三年呢？你们临县县委县政府整整考虑了三年，就让我修个小水渠，挖个小水池。可是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一旦旱情来了，这些根本就是不顶用的。有人听我说吗？有人听吗？是，这些我都知道。这三年以来，我确实冷落你了，但是我想你应该理解。你也看到了，临县是一个干旱的贫困县，本身就底子薄。那底子薄怎么办呢？底子薄，咱们就得攒，修一条水渠呀。这是需要砸锅卖铁的，需要把所有的宝全都压在上面的，不是说动就能动的。我现在跟你说啊，就这场大旱啊，是坏事也是好事。就因为这场大旱，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咱们马上就开始修这条渠。你相信我，留下来，我们马上就开工修水渠。你们还需要我吗？怎么会不需要你呢？如果没有你，所有的一切只能落在图纸上啊。念祖啊，你好好看看啊，这临县的河山是需要改变的。我现在需要你拿起你手中的笔，一笔一笔的把临县河山你给我画出来。旱情，为了缓解和改善我县人民群众缺水的现实状况，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如下：各公社、各村行动起来，组织起来，以革命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场抗旱的战斗中去。对于已经准备好出发的村组织，明天上午可派出代表到县委大院进行登记。和群众一起出发。我们坚信临县人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意志，临县人有重新安排临县山河的气概与雄心，任何困难都打不倒我们的。在完成饮水渠时，力争今年秋播旱旱，保证丰收。各公社领导、安排人员协同各组代表，务必保证灌区群众校园的安全。照这么干下去，咱们县委成菜市场了。老林是想通过这个事情来激励全县的人心。哎，好，好。哎，怎么样？听到通知了没有？哎呀，老林 啊，听了，带劲。咱们啊，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哎，我估计啊，明天来的群众会很多，来一个我们就登记一个，记录好群众准备的巡水路线。如果与咱们的路线相同的，咱们就派工作组跟随他们，要引导群众去巡水。
关键是水利局的同志要跟每个组，要做好预估的工作。是，水利局的同志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吴念组呢？那个开会说啊，开会，哎，开会啊。扔了，他们觉得没有用，但我觉得他有用，以后这个归我了。有啥用？你又不是县委领导。那我看还不行啊？我每看他一遍，就会知道你有多厉害。哎，燕祖，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打扰你吧？没事没事，屋里坐吧。哎，我就两句话，咱们外边说。啊，行。怎么了这么晚啊？来坐。啊，老林。嗯。我思来想去啊。嗯。出去找水，这是咱自己给自己加码。这股风要是扬出去了，给咱多少多少事儿啊？什么意思？啊？要打退堂鼓啊你？这件事情，有的同志还另有看法。这很正常。老林，哎，如果真的找到水，县委能把水给引过来吗？找水源就是为了引水啊，咱不能跟老百姓玩虚的呀。哎呀，咱临县啊，缺水都上千年了，不是脑子一热，动动嘴皮子就能改变的。老林，你应该知道我的性格，说干咱就干，要干还就晚实了干，好好干。可饮水秀去这事儿，咱俩商量过，还有很多问题啊。不是，有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你就说，出去找水能不能找到是个问题吧？嗯。就算你找到水了，人家让不让咱们引又是个问题。嗯。就算人家让咱引了，咱能不能把水给引到临县来？嗯。完了，这三个还不够。我是怕你给老百姓画了个大饼，别最后烙不出来呀你。李明阳同志，咱们两个算是老党员了，你好好想想，咱们党自从建立以来到现在，得遇到多少坎儿，遇到多少难关，那不都过来了吗？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一遇到困难咱们就绕着走，有现在的新中国吗？啊？是啊。所以你放心，咱们呢，踏踏实实的为咱们临县60万的老百姓做点贡献。嫂子，李县长，来。喝点水。谢谢谢嫂子。先睡吧。那个，我听我们家老林说呀，吴念祖又同意留下来继续修渠了。哎呀，真是位好同志啊。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不会像那些年一样把人家搁置在这儿不管，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还不如让他回老家找一份能让自己发光发热的工作呢。哎，不会的啊，这老李找我来啊，就是商量赶紧找水源修渠的事情。哦，是吗？那好，那好，那你们继续聊，我就不打扰了。放心吧。行，那你们聊啊。哈，喝吧，嫂子给你倒的，啊。老林啊，这临县呀，一共有60万人，咱们两个是临县的父母官，你刚才也说了，这临县缺水都上千年了，但是再缺水，能缺我这个县委书记一口水吗？对吧？但我不能因为我能喝得上水，就不管这60万的老百姓了。咱们呀，这事一定得干，而且得踏踏实实干。Thank you.